您现在收看的是忙碌的商务人士生活频道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双十连假有规划去哪走走吗？在这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远方美丽的田野山景风光，有没有心旷神怡呢？大家看到这条笔直的阳光大道，便是通往山上美肉的所在，山肉进山取肉咯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，影片中有分享好康讯息哦。没错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盆美肉都是刚从山上来的，是我青衣的鲜肉哦。现在看到的都是会香的五寸盆的香香老饵，接下来看到的是七寸盆的硬玉，接着是哈利沃森，也是五寸盆的群生哦。现在看到的是五寸盆群生的辣个牡丹，辣牡丹。这些是多款群生大肉盆。接下来这盆比较特别，它是玉林冬云异变。这是很桃色 feel 的蜜桃猎户座。接着是盆盆爆炸头饰的卢艾拉坠化，再来是五寸盆的群生冰梅，好，这个就是群生的白月影哦。群生的知名万宝龙。这是有点粉晕羞涩的小香公主。再来看到的是老张群生的最美人七寸盆，然后这个是五寸群生的粉蔓莲，这是五寸盆群生纽伦堡珍珠，这是红颜之爪，也是五寸盆。接下来的是大丹头的爱琴海，接着是大丹头美品奶油泡芙，很美吧。然后是群生的鲁氏石莲，鲁氏石莲不多见，但是非常好生养哦。接着大头肉的蓝色惊喜，五寸盆群生的晨露，双大头五寸盆的昂斯诺，来来来，这盆有看头哦，二十寸四个头的 iPhone Pro Max 惊喜大白凤，五个头的群生拿铁玫瑰，
七个头的群生七福神。各位朋友们，现在要来分享好康讯息咯。多肉好卖家肉棚主，双十连假购肉去，满千就送一个水泥盆。看，美肉就是要盆装，对吧？有机会就让盆认主，带回种肉咯。这些是我买回来的韩肉。等一下，不是这样而已，还有哦。接着肉棚主再放连假，好康成双响，就是已入盆含肉或是裸根含肉，通通九折，通通九折哦。有心动就安排时间行动咯。好，那今天的好康肉抱抱就到这告一段落咯。若是您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您帮我点点订阅按赞，谢谢。祝大家们有个愉快的连假，各位朋友们，拜拜。